白璇，我是浮夸哥，我是潘 JJ。 今天我也要吃这一餐，我带了我的秘密武器。你怎么今天变高了？你今天比我还高嘞！我是超过200公分了。中午100犬之后就变中午100斤。因为我们要来吃春耕园啦。我们今天在哪里？春耕园。春耕园。那相信老板娘帮我们准备特别好吃的美食，那我们一起享用美食，走。Go！ 哇，好饿哦！这超香的哎，超香的。首先我来看一下这只鸡，是一个鸡腿。鸡腿，我的哇！你看这个汁流出来，哇，超好吃的感觉。好大的腿，好大的腿哦！天哪！然后你说要沾这个是不是？对，要沾这个。哇，这个是太豪华了，这个。哇，怎么样？很多汁。鹿野的鸡是最有名的，来到鹿野一定要吃鸡。这个是迷迭香的哈，对，迷迭香的。哇，老板娘很有创意耶！听说这个迷迭香是她自己种的，它的肉汁还有那个迷迭香味道。这只迷迭香鸡要提早预定吗？要。要多少？3天前。3天前哦，老板要去抓是不是？老板要去山上抓鸡，那个鸡油，如果你有白饭的话。叫白饭，这个吃差不多，一家四口这样。这个叫迷迭香汤阿给，迷迭香筒子鸡。筒子鸡的意思就是在筒子里烤的，是不是？焖烤，它是要焖烤的原理。砂锅哎，砂锅开火是吗？啊，特别，老板娘啊叫我们鸡炒，自己 DIY 自己煮火锅。这个里面有这个蒜头、洋葱。然后还有一个奶油，你的也有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奶油，蒜头、洋葱跟奶油是要把它炒香香的。这个是你必点是不是？对啊，都必点的。它有两种口味耶，一个是鸡肉，一个猪肉，你两个都点了。双主菜，放了肉炒香之后再倒高汤。对。那我现在可以倒高汤了吗？可以哦。这样我都可以了吗？我帮你倒。哦，好。看老板娘特别介绍她的高汤，没有调味的哦。哦，好喝耶！多香料在里面。哎，啊，好，吃到一半，好赞好赞，春耕园非常的漂亮哦，旁边就是稻田，所以呢，其实风是非常的凉爽，一直透进来，这里一点都不会热哎。对啊，夏天不用开冷气。夏天的时候，就算7、8月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蛮适合的。这个风这么凉爽，四面都通风，嗯，超舒服的。这里吃起来有原野的感觉。肉片好了，然后放在白饭上面。哦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淋一点鸡汁。哇。一点鸡汁。哇。下饭。鸡汁拌饭哎。鸡汁拌饭。加肉片。这是鸡油面线，传统的面线。鸡油面线。哦，这个，而且是放山鸡的鸡油哦。嗯，好好吃哦。这出来有葱酥。这个很像我小时候阿嬷常常做给我吃的。勾扎米。嗯，勾扎米好吃。有意大利面，老板娘的改良款。嗯，好浓哦！好浓的奶香哦，很浓哎。然后再喝一口那个嘛，洛神花加那个柠檬，老板娘特调的 pink。少女心梦幻饮料。然后这里啊，就是充满惊喜，因为所有的菜啊、蔬菜、水果全部都是老板娘自己种的。然后口味呢，整个纵武地区口味也是只有这里才有这样的口味哦，很多都是用那个鸡肉料理，然后鸡汁，然后还有这个健康的料理，香草的料理。那下午的时候也可以来，就是它有一些饮料啊，像是果汁、洛神汁都是自己酿的，请大家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Yeah.